小圆呢，他终于决定要搬回来住了。最近啊，我的注意力开始变得很不集中，脑中呢常常会想起一个人，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的反常？哎呀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过来？不要公然放闪，这样眼睛很痛。会了吗？嗯，去爱情公寓跟丁先生学报讲台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南园直播。